Drive safe， 到家跟我讲。好。So hard on myself, it's true. Pick apart the things I do. 我下飞机啦！我现在在机场外面等 Kevin 来接我。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。到了。七跟八之间。Hello。Hi。好久不见。Pulling the thread through the loop, trying to find the faith I knew. 其实早上的 SF 还蛮冷的，有点凉。我们在路上了，但我们还没吃早餐，我们等下会不会一喝就直接挂掉？所以他就给这次给你飞，就我们通常去外面飞行，他给你飞一堆一堆很久，这很酸吗？要醒一下，嗯，要醒一下，嗯，要醒一下，各位要醒一下。他这个是融合欧洲跟美国 Napa 当地的文化的酒庄的，哦 ，OK， 跟其他酒庄不太一样。不是到时候你泼上去然后发现我讲错了 OK 没关系，我现在这段我也放上去，这样子我们讲错就没有关系，对，没有关系。这个是 Overture， 然后这个是 O Plus One 的2006年。好了， Kevin 要来试喝两个，来告诉我们味道如何，味道如何。你先醒一下，醒一下酒。它有点有berry，这个就有berry的味道，有一点点berry的味道。我看你有说对，我说错了吗？顺哦，很顺啊。它比这个还顺，它比这个顺，有种酒精味道比较重的压迫感。压迫感哦，我觉得有点压迫感。比较沉重，比较重的，比较重的感觉，真的，真的，真的。嗯、它比较有像那种重一点的木头跟烟草味的感觉。对啊，那个什么，就是讲比较人生大道理的时候会。没有错，没有错。蛮适合 Kevin 的。我们现在要去城堡。城堡。这树好酷哦！这什么树？这很像那种那个，这很像那个圣诞树，然后把它的那个圣诞树夹起来，圣诞树夹起来。他不理你，他不理你。在他睡觉，他刚打呼。哦、葡萄哎、欸、你看这边真的有葡萄，你看这里。Be careful. I'm good, thank you. 好。参观一下Kevin的家，寒舍，欢迎光临寒舍。欢迎，有空来坐坐，我会烧水果给你们吃。
们刚刚喝了这个 Sauvignon Blanc， 然后现在喝了 Chardonnay， 好了吗？Cheers！ 你要看一下。消化一下，消化一下，不然消化一下，不得了。而且我觉得真的就是住在这边，就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。你可以退休，退休其实就是可以一直在这边喝酒的概念。每天去个酒庄。给大家看看 SF 赛车的样子。看不到前面。Hello， 好久不见。Justin 来带我们吃好吃的 Mexican food。对啊，这是 quesadilla， 然后这是 super burrito， 这都是 Justin 推荐的，所以不好吃找他。后面有车啊！Oh no！ 之前为什么是我开的？你把开一趟 SF 开完之后技术变。哦，我要两只脚一起用。
去 Golden Gate Bridge， 然后结果那边雾太大了，根本什么都看不见，所以我们就决定来 Palace of Art Fine Arts。挡住景了，好美哦！嗯，我们要去拍可爱的照片啦，继续拍。死掉了！我看变 F 了。I'm hungry. Me too.把零件拆下来。因为 Bassett 停车还要钱，我们觉得不是很 worth it， 因为我们只有来这边一下下而已，我们其实就只想看一下湖。我刚刚在看他们的电脑，很想买他们的电脑，可是这台超美的，如果有人要送我一台的话也可以。我好兴奋哦！他们两个好可爱哦。
再两步，脚踢脚踢，好，接我看，退一步 ，good。我们两只脚踢一下，就会跑起来。踢，很好，就踢。Good。啊，右边，他自己知道要回家了。Good， very good。OK， 拜拜。